是电视剧，从韩剧《花样男子》再到《城市猎人》，可以说林敏镐的作品呢，总是能掀起一股一股的热潮，也让他成为了近年来哦最具人气的潮流偶像之一。那昨天呢，林敏镐又一次来到上海出席宣传活动，这位大帅哥呢，继录制了《快乐大本营》之后呢，再次接受了湖南卫视的全国独家电视专访，来看一下。林敏镐的帅气绝对是最打动女粉丝的武器，不管是在广告拍摄的现场，还是在电视剧《城市猎人》里，帅就是林敏镐最大的特点。这样的大帅哥当然要透露一下自己的扮帅心得。首先我觉得一个是那个运气吧，比如说《城市猎人》的那个主角的话，他的伤比较多，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很真实的，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李云城这个角色。而且在平时生活当中的话，我觉得真诚的待人比较给人的印象比较好一点。林敏镐因为《花样男子》而被粉丝记在心里，又因为《城市猎人》更上一层楼，成为韩国娱乐圈又一位偶像天王。不过林敏镐并不希望只是做偶像，先可能我参与的作品比较那种偶像剧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可能大家会认为是偶像派。我也很感谢有这种抬头在我身上，所以希望下次有更好的作品什么的话，我也不介意是偶像或者是还是其他的演员什么的。今年林敏镐凭借《城市猎人》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，先前曾有媒体报道这部电视剧将会拍摄续集，不过林敏镐否认了这个说法。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，因为这个是您第一次问到这个问题，而且我们都没有就是想到过这个问题，所以现在很难回答。林敏镐虽然身处韩国，但是对于中国娱乐圈应该不是很陌生，那么他最希望和哪位中国艺人合作呢？如果说是演员的话，我比较喜欢那种梁朝伟一样的人。林敏镐很帅气，也显得很亲和，他也有不少可爱的时候。当记者请他为湖南卫视的观众录制新年祝福时，看到大串的中文，他立刻一板一眼地练习起来。湖南卫视，네湖南 TV 시청자여러분어새해가되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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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새